欢迎来到王群爱美食，每天为你献上不一样的美食。土豆泥具有增强免疫力、排毒瘦身、促进肠道蠕动、保护血管弹性。把土豆切成条状，上锅蒸至20分钟，用筷子穿透就行，碗中套成保鲜膜，加入一点盐、黑胡椒粉，用器具捣碎，倒扣在盘中，锅中放入水、蚝油、水淀粉。黑胡椒，小火搅拌均匀，最后浇在土豆泥上。